哇，可爱。Hello。哇，太可爱了吧。还有羊驼哎。别咬地板了，哎哎哎，兄弟，来乖啊。刘老师，你为什么会想跟学员们在这样一个地方见面啊？我觉得大家会喜欢，因为女孩子们嘛，她们最近压力还行吗？我觉得还是让她们先开心一会儿，跟猫。我觉得小动物真的好治愈。准备准备，我们的学员马上要上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乖啊，那你先去，你先去上班啊，我也上班了。什么呀？是哪儿啊？啊，有风啊，感觉。没到，妈呀！不会打露天的吗？安静，安静。啊？啊？最感兴趣了，我可以摸摸你吗？喵喵，喵喵，妈妈好像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哇！不行，你好大！Hello， 我还在想你们什么时候会发现我呢？啊，我你一进来就发现我了。还有羊驼有这个，他们说。这是什么？黄瓜。黄瓜。啊，谢谢谢谢。黄瓜。他嚼东西好好笑，那嘴。你害怕吗？害怕。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嘉欣你别怕。你们最近累不累啊？啊，累。我们两天都没有睡觉了。两天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能不能对妹妹们好一点？怎么回事？有饭吗？可以吗？不是他们想吃，是我想吃。有蛋糕。我胃口好大的。哇！天哪！啊，好幸福！我喜欢这里，好的吗？对啊，谢谢学长。我帮你拿这个吧。哦，对，我们这个送给你。这个吗？哦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礼物送给你。对，我的礼物是这个。都用过，但是，对啊、哦，好适合，好适合。那我可以，哇，这个太浮夸了，你可以每天，对，哎呦天哪！我一定要把大家所有的东西带，好感人、啊，就戴在头上，好感人，哇，好感人、啊。我这有毯子，这是奶奶视若珍宝的毯子。视若珍宝，我可以吗 ？Can I？可以，我们也想买礼物，但是我们半年没有出过那座山了。哪个姐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没有提过这个要求吧？他们已经这样物资匮乏了，我现在耳朵有点听不太清。物资匮乏了，你们还这么对待人家，不可以。还有一个礼物。什么？在哪里？啊，小门呀！啊！谢谢。为什么你偷偷准备啊？我昨天说要准备，所以我回去把我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了。值钱？我们来看看有多值钱。啊，这个答案之书是我想我知道翻开那个找答案那个是不是？对，学长，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？咱们这组，能不能赢？啊，我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放下一个不，哎呀，不会的。放下就把这本书烧掉。好，什么？放手一搏。放手一搏，让我们不遗余力的去做。学长，你一定要赢。好，哇，谢谢学长。好，他感觉流汗了耶。恢复一下帅气的造型吧。我的发型已经这样了。他能不能恢复回来？我能摘吗？会不礼貌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戴上去就已经。对，你戴上去就很让我们感激了。对。哇，看见学长的脑袋一直在冒那种豆大的汗珠，就一直在流汗，头上一戴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表达就是对我们的谢意。我就觉得，谢谢学长。学长，你听我们的歌了吗？怎么表情？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，可能，是上了一次综艺，但是对于各位来说。可能会影响到你们未来的人生。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的放轻松。我对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没有尝试过的事儿，我就会有不安感。那应该很在行吧？
妹妹，对啊，我会。那你这次挑战是你自己一直想尝试的风格？对。那我下午好好练。好呀。不在我这块掉链子。还有继续吧。我们走了。走吧。